Tre der, eller bare. Som sure. Emote. P-模式。OK，所以我们的侧边呢，我们来看一看。OK，所以我们侧边是用，OK，我们侧边是用，OK，我们侧边接孔，哇塞，这么小，哇塞，这很厉，我们在这么小的机身上面还有一个麦克风接口，下面还有一个耳机监听孔，这个、硬塞进去还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也有 HDMI 记忆卡，一个卡槽而已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USB Type C 的充电孔，因为没有副充电器，你只能接 USB Type C 来充电，那算方便，也算是没有充电器，那你就要另外购买了，就看使用需求了。OK，我们把电池把手装上来。哇塞，我们把电池把手装上来。我这样超级无敌巨无霸的手也是可以抓着，好好的，就是把手变大的概念啊。那下面换电池的部分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把它打开，它就是把它翘起来，然后你再去打开你的电池舱门啦，就是变两步骤的换电池方式。但是这个机关，哇塞，真材实料真的很扎实的感觉。但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买一台小相机，然后你还要再让它变大的概念，到底谁会这样子做呢？应该不是我，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拆掉。我们尽量就把它用原始最小的尺寸来体验这台相机啦，就干嘛把一台小相机变大？那你不如直接买一台大相机就好啦，而且大相机还可以获得更多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逻辑是什么，可能就有人喜欢。大大的手把，轻轻的相机吧，我也不知道。